婷近来人气红到发紫。班社子陈伟霆微博，娱乐编导美综合报道。32岁港星陈伟霆出道12年，近来了以中国剧《老九门佛爷》一角红发片，片酬从出道以来暴涨至1亿港元，约 3.82 亿台币，情场也得意。陈伟霆曾与 S.A. 蔡昭妍、Angelababy 杨颖交往。苹果报道，他单身多时，去年与巴西籍模特R.BRUNAMARPH 交往，感情稳定。陈伟霆情史丰富，当年和 ANGELABABY 分手后，他随即和黄晓明爆绯闻，黄晓明被一介入，但他受访时却说，我真的不知道陈伟霆是谁，一句话让陈伟霆遭网友酸了多年。外传刚出道时，陈伟霆月薪还不到台币8000元。班社自陈伟霆微博，原是唱跳歌手的陈伟霆刚出道时成绩表现平平，2013年转而进军中国歌迷以古剑奇谭大师兄打开知名度。2015年担纲蜀山战记之剑侠传奇男主角，前年则与赵丽颖搭档老九门攀上市夜巅峰，目前片酬要破涨1亿元大关，拍一部戏可拿 3.82 台币，和当年他演《古剑奇谭》相比，身价整整暴涨百倍。